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信佛学法谨僧，三宝万事明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为了广种福田，哪怕任怨任劳，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离禅悦，处处观音菩萨，生生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六祖大师教导我们，每位众生本身呢，就在自性里头呢，具足了清净的三身。那大家会想，这个清净的三身是什么？它有什么功能呢？或是作用？而自性又是什么呢？因为每个法都有它的自性。那佛法来看待每个法的自性，就是指这个空性。那自性呢，按照这边讲，就有它自己这一个性质。而佛法看每个法的这个自己的性质是无自性，是没有它各自恒存存在的性质，无自性，也就是常听到这个空性。那六祖大师要跟我们讲说，每位众生自性里头都具足了这个清净的三身。那刚才说三身是什么呢？法身，还有报身，还有应化身。那佛法讲说自性是空寂的，是空性的，那怎么有个身呢？身不是代表那个实际的实质存在的那个身体，而这个身是就是说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法身佛，还有这个报身佛、应化佛，这个都是无量的这些妙作用。那法身它本身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指出每个法的自性，就是法身，就是什么即灭，就是空性。但就是因为这个性，这个本性啊，自性啊，或叫本性都一样，或者说它的本体或主体都是空寂的。那这空寂故可以产生种种的作用，就有报身哦。报就是说智慧的这个照明了，能够让你明白它为什么是因缘产生的差别相，而它差别相的当下，它的这个体就是寂灭的。那这就是报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种种的妙用，就像我们人的一个 idea， 或是要创作要发明，需要这个报身，就是智慧的功能呢，才能够把种种的方案能够推陈出新。那推陈出新之外呢，还要怎么样真实的去把它引导规划，还有这个执行。那到规划执行，到可以让人家来运作，有依可循，把这个你要的这个 idea 呢变成实际的，大家可受用的，那这个就是要什么应化身了。那这样子的三身呢，为什么叫清净呢？因为就是相应到自性，或是相应到法身，都是即灭空寂的，所以才叫做清净。那为什么说这样是叫清净呢？因为这个空寂的性跟体啊，
已经能够涵容所有不同的这些的因缘条件，乃至形成的这个果报啊，或叫法啊，通通呢，是因为这个各自的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他们之间没有冲突，因为所形成的出来的这个法也是体性都是空寂的。那既然都是空寂的这个性跟体，所以产生的相，跟相就是所谓的我们可以讲报身，种种的这个智慧的这样一个妙用啊、妙相啊，所以就可以呢有这么多的千变万化的这个智慧出来的这个形成的这种种的这些妙相。那这些妙相就有它的很多的一些产生的一些功用吧，那这个功用就相当于应化身了。那因为他们不管是报身或者是应化身了，都是从法身，都也是自性或者这个主体啊，都是寂灭的。所以每一法的都是呢寂灭的这个体跟性而形成的相，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那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我们生命个体呢，没有把我们本质具足的般若空慧呢，而去运发来照明他们，这是真正的平等。因为都是一相，哪一相？无相。为什么无相？因为他们的性质自性，跟这个麦格法的这个体啊，跟相跟用啊，也都是什么性相不二。所以呢，法法才叫平等。所以六祖大师就告诉我们，每一位众生都具足了这样清净的三身，我们却怎么样？因为那一念的无明，认为呢，说呢，这个是实际的，不是空的，是实际存在的。那为什么要认为实际存在呢？他想去掌控它，我们想去掌控它。所以这样就是一念无明覆盖住我们的这个般若的空慧。那这个般若空心慧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相应到法的这个自性啊，是无自性，是空性的。所以你看，代表我们的这个三身所具足的，那具足的这个三身呢，我们就以一个集合体叫做心，我们叫清净心。那这个集合体的清净心，它就有这么多的功能的作用。那这个心在禅宗来讲叫做明心。我们体验到自性，就是呢见性的性，就是自性是什么？空寂的、寂灭的。那体验到自己的或是外在一切的法都是空寂的这个体性之后呢，我们呢还要进一步在这个空性怎么去创造因缘和合，而就有千差万别无量无量的这些妙相就会产生出来。这产生出来，我们呢就本有的这个心具有般若空性慧，而去照明它，说这样的一个空性展现的千差万别的因缘的实如是，我如何去呢能够善用这样的因缘，而开发出更多不可思议的因缘的和合，而来利益世间。所以你看六祖大师说，人人都具足了，结果你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宝贝，然后呢还认为自己没有，那在第二重的错误认知说，有个真实的我呀，他已经不知道一切法本来清净性就空寂，他覆盖住，然后再进一步第二层的错误的认知，就是一个实际的我，我要去掌控实际的外在的一切的这些的现象，所以就是错上加错呢，在呢要用呢这个文思修正的，而让我们能够呢迷途知返。那佛陀呢在经典当中就常告诉我们，我们要逆流，不要顺着你的情绪生死烦恼的这个大河，把你推到呢不知所去的位置去了，不知所向，
所以你要逆你的这个烦恼无明的流呢，你要往上涉及，而不要随波逐流。所以逆流的在佛教的这个用语叫什么？反闻或反观。反闻反观什么东西啊？自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师兄弟就在练习这些法义的一种表述。他说他向内，如果说向内向外，一般众生不懂哦，就身体之外叫向外，跟你不同的这个外，那向内就是往自己身内，会错认说有一个真实的内外的存在。所谓反闻或反观，就是刹那由我们的心在一念相应到有一个实际的我，这时候就变成妄心了。而妄心就是没有智慧的照明，就让你迷惑。那迷惑之下，你当然会造这个业了。那这个业是存在的，有善业、恶业。为什么讲善业？你认为说我真正的在帮助你，这一个事情是善业，但是叫做有漏善。有漏善就是有个我呀。那有个我的意思，我这么做就代表我需要有回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好处，所以叫做有漏。烦恼会漏失的，烦恼会让你的法财漏失掉的，所以叫有漏善。那在这样的情况说，你反观反闻，这意思说心不要一直在外面去追逐，要去攀援，攀援就是说呢停不下来。他受到一点点好处，什么好处？可能啊，别人肯定我做得很好啊。或者说我很发心啊，或者我是呢很精进的，哎，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语之后呢，我们原本的清净心，如果你这时候不能够去相认或相应本质空寂的这个清净心，也是本质空寂的，你这时候无明的作用，结果把认为说啊、哦，有个我受到称赞。哇，那我的心就继续攀援，往这方面去做更积极，而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当下，没有一个它的主体说叫它这个相跟用永远存在。那我们就是因为无明没有智慧的照明，所看到都只有看到生灭的相。那生灭的相，我们又不认同它，认为说可被我掌控，所以呢，我要它。不能够在我面前消失，然后那个力量都要永远为我所掌控，所以这第二重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啊，所以就是必须要透过闻思修正。那透过闻思修正，我们运用佛陀任何教法，不停留在上面，也就是说，你不会导致变成小圣的一个修行，说把烦恼当作冤家仇人那般的实在，所以赶快用法把它对治了，然后得到一个真实的智慧，然后受用这个境界就叫涅槃，变成有个我空，我的烦恼不会再现起。但是面对生命，你所证的这个空，要到一切的现象也都是什么呀？毕竟空寂，所以小圣的修行变成我空。这个法不空，所以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才有把二圣的解脱呢，这个面向呢，而带向成佛这个菩萨的，也就是人空，法也空，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所以佛陀呢，把我们的生命呢，修正到呢。跟如佛一样的境界叫做究竟涅槃，在佛陀住世的最后的时间呢，用八年的时间讲《法华经》，智者大师把它判成第五个时间，叫做第五法华时，讲了八年，讲了完了《法华经》之后，佛陀再为大家宣说了一日一夜的涅槃经。在我们修正到佛的最要受用的那种圆满究竟的境界，就是涅槃。那佛陀在涅槃经说，涅槃也是空寂的，因为一切法毕竟
空气没有它的相跟作用，叫真实存在，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建立在它的自性是即灭空寂的。所以这样的佛法一直叫我们反观反闻，观就是观察，反闻呢就是用那个闻性。其实我们的六根不仅有闻性的功能啊，眼是有什么见的性，对不对？叫我们的明心见性的那个性，见性。舌头呢有尝性，鼻子呢嗅性，那身体呢有触性。所以这一些是要你回到你看到的那个相，并不是真实存在。你已经错认它真实存在，所以你一直要去追逐攀缘了。那佛陀一直给我们棒喝，一直要给我们提醒，你要回到你的生命所呢能够呈现，让你的生命能够达到自在，而能够那个逍遥呢，那就从我们的心入手。所以我们的心就能够做这样种种的观察，叫反闻反观。反观哪里？不是一个内跟外，就是从你的心性下手。那心性是什么？心你可以做观察，可以做意识，可以做推理，还有可以做种种的改正。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往外面，回到我们的心里头来讲啊，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不在追逐的当下，才发现有一个新的产生的念头在变化变化变化。所以一直意思就是望要我们回到心性上来，怎么样做沉淀。那做沉淀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一切法为什么叫做真正的平等，都是缘起所生的，也是缘起的灭，缘灭缘生缘灭，不断在变化。所以这样的运作就是我们心具有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样子呢明明白白的知道每个法的变化，而能够认知，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时候就叫做报身，来明白它，然后能够善用世间，做出种种对世间有帮助的这些的，以你的身心、你的身体的形象来出现在这个因缘里面，就叫应化身。所以你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功能可以去用它，而我们却一一把怎么样推到旁边去，然后就会认为说啊，我已经呢用功了这么多了，那为什么自己呢都还陷溺在这种我不如意的这个成绩里面？这时候没有相应到什么法身，你这时候的状况只是一个缘和因缘的假象啊，因为本来就空寂啊。那这时候你不明白这个的这样情形，就是因为报身你的智慧没去做关照，那随着你的那个习气，就让你看到喜欢不喜欢，就产生情绪高兴或讨厌，你就随着他跑了，这叫做攀缘了，而没有回过来看，真的是这样吗？回过来就是逆流，没有马上肯定你所看所听所接触，逆流马上就哎，真的是如我看所感受那样吗？所以这时候就是什么，我们智慧的报身的作用，就像火车的停看厅先刹车，让你呢不会往外一直奔流，这时候就逆流回到生命的心性当中来沉淀自己，而这时候就是报身在作用了。然后呢你能够停下来之后，哎，到底想一想为什么会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而现在里面不觉呢？就是很多事情要你发心去学习，投入到因缘的应化身，你都什么样没有发心、啊、反正少一个我也没关系。你那个应化身，应身就是要你投入到这个每个因缘里面去体验它，体验就是要学习啊，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啊，那你学习要怎么学习？用心认真学习啊。所以你应身进去了以后，就是像这个身体啊，不是变化身，有应身化身统合起来叫应化身。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身心的一切融入到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因缘里头，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运用，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吗？这真的像佛讲的那样吗？反而倒是对你喜欢讨喜欢的东西，你都不会逆流啊？是这样吗？反而呢，佛法呢要你呢在贪嗔痴呢顺着生死流当下呢，要你停下去看看它，而这样一个话头就是呢产生一个说对法的实相。来面对他说，真如我所认知那样吗？是吗？因为你认为有啊，真实的存在啊，佛法讲说这一切是暂时的假象，叫无相啊，它是呢性空的，所以这时候你就逆流，就是反闻或叫反观，是这样吗？我认知那样吗？这当下就是我们的自信里头，就是指我们清净心的自信，就是空性里头就能够开展出三身的这种作用，我们都不去用它啊，往外一直追寻，一直找，找得好辛苦。所以讲这个三身用意何在啊？我们已经日日在用啊，但是我们又不去肯定它，然后碰到问题就会埋怨，所以埋怨的当下无济于事啊，只会让你那个应身啊无法全身而退，然后让你的报身是暗淡的，你没有发起它的功能，然后让自己呢不会陷在黑暗的这个情绪里头。那你既然能够全身而出，能够看清楚明白，就是呢也不会现在说啊，我能够现在智慧看得好明白好清楚，有真实这个智慧，你也不会这样，因为什么？法身是一切空寂，是无形无相无名无字一切的。所以这个三身你在运作的时候，哇，你会觉得生命真的非常的宽广啊。所以六祖大师才说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这样的原因啊。你不会陷在某一个局部或局限里头，你打开它，为什么？法身呢，一切都是平等，是空性的，你也不得不打开。打开什么？这种差别对待，有我有你有环境，种种的不平等，这时候法身让那个空性呢，就那个没有这个界限了。所以打开之后呢，你的报身呢看得更明白它整个因缘变化的过程，所以你要知道为缘顺缘对世间你怎么帮助得到就可以了，就明看清楚了。那看清楚以后，就是像企业家要真正的去执行啊， idea 再好，计划书再好，没有去实践等于没有啊。所以要应身啊，你要投入到里面去学习啊，去执行啊，贯彻到底啊。东西确实很好啊，一切是平等法身啊，然后法身才能够让你呢看到任何的状况，你的智慧这个 idea 创作才源源不断啊。但是有的一些东西就像只欠东风，你应身没有下去没用。所以你看我们本来就是具足的这些，但我们都不会去用，只会埋怨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怎么样的。所以要好好静下心来看看佛陀教我们什么。你看六祖大师的证悟，就是把佛陀所讲所教的这个佛宝法宝身宝真实的印证在呢每一个人呢，就如佛讲都是真正的佛。所以六祖大师这里讲说，这里就是果陀师父来说明说，就是六祖大师讲说人人本是具足的清净三身呢，好，所以师父就说众生不知道自性里具足清净三身，向外追求还要向外修，哇，这就很惨了。向外追求是一般世间人追求什么啊？财色名食睡呀，或我的什么色声香味触，让我的五欲尘劳就是财色名食睡更好。眼睛看要看你喜欢的啊，对不对？甚至你要看到更多的钱在你的面前堆积如山等等的，而往外让你追逐这一般世间人啊，还有往外修的，
往外修是什么？着相修行。我修行得很认真，功德一定要很大。然后我修的这个法是最高、最好、最尊的，其他的都不都低下这个，这就往外修。而不知道一切修行的这个相都是无相啊，所以才叫一味的，叫是什么？就是无相，才叫法的实相。所以呢，古师父说，六祖大师在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像一般世间人往外追求啊，或是呢，你已经说进入佛法的大海，但是没有落实法的实相是无相，你还一直往说哦，我好认真哦，我可以得到什么？这都是往外修啊，而跟法的实相是越走越远。所以六祖说，每一个人的色身当下就具足法报应化身。那有些人就以为原来身内就有 这些呢啊，所以不用去找，只要向内反缘观照。你看了、啊、师父就在说什么向内，你认为有个什么东西啊，他就马上来说明这样，而别让我们呢错修了。他说反缘不是看事相物质，是观照诸法都是种种的因缘合成。那这个合成下会让我们的错认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但事实上法的实相是什么？并没有真正存在，所以才叫做无相。那这个无相呢，是不是又一般认为说断灭虚无的？不是，它是什么形成的这个东西啊，它却是怎么样刹那刹那之间不断的缘生缘灭。所以反观反闻是要了解到这些，真实看到这些。看不是一个东西看，也就是你明白了啊，愿意呢来真实去珍惜。哎呀，刹那刹那变化的我的生命啊，我的身体啊，我的思想啊，外在的一切啊，都是刹那刹那在缘生缘灭不断，都是这样哎。所以那一个你在刹那刹那变化，我也刹那刹那缘生缘灭啊，在那个刹那变化之间相遇那一刻，多难得啊，多么不可思议啊！你会不会珍惜它？你会不会尊重它？会的。他的智慧让你看明白了，而不再惑业苦。明白了以后，就会用你的身口意呢，去产生这里讲的师父讲的妙相。而这个妙相就是什么？应身应化身。你会真实的把它做出来，而不会说：“哎，我明白，我会啊。”但你自私啊，你就不愿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包括你的智慧，而融入到里面去，把这个事项给完成，真正的对别人有帮助。所以我们呢就不明白了。那这样一个实相呢，就佛陀啊就要告诉我们，真实是这样的。所以呢，真实是什么？法的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那样的东西，叫那个情况，或是这个主体东西，这个主体存在是什么？是没有一个不变的，这个相是在刹那刹那变化。所以你看这个无相就是妙相，因为你没有差别，哪个最好哪个不好都是妙相。那这样的妙相，你的智慧的一个回到你的清净心，或是回到你的般若空性会去关照它的时候，因为每一法都是不可再重现而来的，所以呢，每一个法当下都是圆满，因为少了那个条件，刹那刹那变化，你看到的那一当下，它就圆满。为什么？它下一刻又在转变，不同的。所以呢，这智慧能够明白到这一些呢，你真正的会感受每一法呢多么尊贵啊！所以因缘具足的圆满，然后每一个法的刹那的变化啊，没有真实一个对立的存在，所以这个平等，就让我们呢哪一法都不轻，哪一法
有不清净的存在嘛，都是最圆满最清净的。而在那当下呢，刚才说刹那的变化不可再重复的，所以每一个那个之间呢变化之前的那一刹那呢，那个唯一的你就好好的尊贵。所以这样看到这么多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妙相，就是种种的像在变化之间的无相了，而让你真实体验到这个相或这个体都呢什么样，不是一个恒存不变的。那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这个问题产生，你就要让它什么成为真实存在。而且这里更进一步哦，你知道为什么刹那刹那的灭，在一相的当下就是即生即灭，这个上礼拜我们讲过了啊，我现在突然看到讲过了。所以在一相就指什么相，变化变化的相，没有实际存在的相，所以是指无相。然后这个无相是呢即生的当下呢就是即灭，那因为它变成另外一个相。说明了楞严经有什么那个当处生，有没有随处灭，就这里的即这个生当下就是在灭，灭的当下又在生，生的当下就在灭，就是前面讲的不断的缘生缘灭。所以你看到这里你会很赞叹，哇，原来世间就是有这么多诸行无常的变化，然后让你的智慧才能够呢心胸很坦荡，知道无我，诸法无我，才叫做真实的法的原貌啦。好，那这里就是要说，所谓话头呢，是自己所有的思想、心意，可以返原至最原先的因缘和合假象。所以，最原先的因缘和合假象就是空寂啊。如果没有空寂的话，你有主因，还有任多的诸多的缘，它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变化出来。因为没有空寂的话，一切就是叫真实的有啊。那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哪容许你有因跟缘来合合呢？就产生不出来。所以这里也都不得已这样说，要返原到最原先能够让因缘合合的这个假象呈现，就是因为体跟性都是空寂的。所以呢，这意思是什么？你不要想说哦，我要用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方法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或是能够去除什么？你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要用一个实在的一个方法呢，来对治它。你想看两个实在的东西是不是要碰撞，是不是彼此的摩擦伤害，而事实是什么？都是空性即灭的，所以他们彼此没有矛盾的问题。这可能大家我们中国的思维啊逻辑性比较弱，在国外他们这个英明啊或这个辩论的逻辑啊就不会让你陷入到两难的情况之下。所以国鲁师父呢他就说话头就是诸法的实相。好，那依仗的脉络在指的什么？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心意，你不要停留在说哦，有一个真实我，用这个真实的方法可以 得到真实的功德，然后就真实的个了脱生死。哇，问题在这里了。为什么？你自己包括你那些念想出来的东西都是毕竟空寂，结果你不是这么想，所以这里不得已跟你说，你可以把你的思想心意碰到说我要去修，有这个人在修，然后有一个真实修行的方法，得到真实的功德，然后真实的了脱生死，或是真实成就佛果，这些就是要知道说，这都是妄心所给的一个妄知，而真正的
正知或正智，是知道这一切的性体都是当体。你认知说我有一个我在修，这个生命的当体就是这个人的体啊，空寂。你要用这个修行的方法，法的这个体，修行法门的这个体也是空寂。你要得到这个佛果，或是一个究竟的什么功德，这功德的体或佛果的体，通通是空寂。所以就是当你有念想产生这些时候的，就马上要把佛陀给我们的智慧说，哎，一切空寂啊。所以这样的空寂让你放下这些念想，说对啊，这些念想放下有什么好处，你才会说啊，我何时才会修成功啊，你这样有包袱你还修得下去吗？你做不下去的了啊。实际上法本来它的本体或叫主体就已经是空寂，因为它是无自性的，它的自性就是无自性。所以你很多的念想，当你在修行或学习什么东西有阻碍的时候，就是认为有一个呢我挫败的我，或一个什么这个目标很难，你都把它当作一个实际的主体，所以变成障碍你无不敢往前。意思佛法就是不敢承担了。所以读到这些就要回到你修行，修行就是只有那边打坐修行，包括你做学问、听课、工作、待人处事或种种的一切，就是代表你的什么，你的思想、你的心意，有这些那么多的念头把你包围住，让你呢困在里头，身心不得安宁、不得自在的时候，这时候要怎么样反闻呢？你就不能够顺流说，哦，我现在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或怎么样，你要逆流，就要去思考，哎，佛陀讲啊，说一切的法真实的实相是无相，哎，因为是空寂的耶。所以这些的真实的道理就是正知见，就是要让你面对人生各个面向的困境，而要你逆流思考，叫做反观反闻，说这一切体性都是空寂，而相你看到的是无相，请你不要在里面再怎么样，说难听再糟蹋自己啊，因为不放过自己啊。为什么？那时候的心很揪在一块，很凝啊，很不愉快啊。所以这时候讲这些就是要让我明白在生命的各个面向，所以这就是六祖大师讲的顿修。你知道真实的实相是如是这样子，而你所遭遇的不认为这样子没关系，你不认为的这种情境，当下去救明它，为什么叫空寂？而空寂故呢，才叫做真清净、真平等、真圆满。他不用再透过啊，我要去修四念处啊，或修四圣地啊，啊，一一把这个烦恼给去除掉，然后真正的正德的这个功德，就是智慧的体验，真实受用了，然后一步一步再舍除，然后一步一步再修。啊，法的实相本来空寂，空寂故有说这个法真实存在，要你去除掉，然后你真正的修到了，然后这个果位才真实证得嘛。佛陀说连证得最高的涅槃都叫空啊，不可得啊。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六祖大师为什么说当下每个法就是你参就的这个话头，那当下就是空寂，空寂所展现的无相就是妙相。为什么叫妙？你根本不粘在上面啊，也不用那个东西来绑住你、困住你，大家都很逍遥、很自在。我们讲的时候很难听说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像彼此没有交涉，很冷漠、很那种无情的，而是怎么样放开以后，放开什么执着，放下所有的粘附，这一切反而怎么样？哎呀，
你到哪里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大仙呢？逍遥道人是不是？无事道人。啊，我们就是没有想清楚，所以就会被这个事情绑得很辛苦。所以果陆师父说呀，能够知道诸法的实相是空寂，就名为清净相或叫实相。那如果指我们的心，就清净心或佛心或叫自性。那你看哦，这里我今天就回应给我一个师兄这一段就说出来，不要告诉你要向内或向外关照，你就要掉入到内外里面，而不向外攀援。也不要妄认里面有一个不死的真人呢，对呀、啊，你不要往外攀援，对不对？要往内啊，你就求得一个不死的真人，对呀、啊。我们常常就是认为一个实际东西被你掌握住，你才有安全呐、啊。什么安全？我才用得到啊！啊，不知道我，你说一切都是空寂，他就不知道如何下手。嗯，这个上礼拜也讲过哦，我又再讲一次。啊，所以呢，所以往说你不要向外攀援，说你不要误认，说你内啊就有一个不死的真人，或一个清净的实相，或妙用，或者叫不可思议的智慧。所以重点在这里，只要一试，一旦你认为它是实有，并已经取相，那么那就是掉落在起心动念的妄想里的。那这里谈到说，师父提说，光看皈依法身佛，那个法身无形无相啊，怎么皈依啊？你开始怀疑了，对很多人的心性比较脆弱，空啊，无形无相啊，我从哪里下手啊？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有归有依，一定要有相，就落在有相。这里实际你落在有相，就非归依了，因为你认定有个东西可归依，那就不是佛法的归依。但是反过来，你又错认他，他什么都没有，那也不对。所以说呢，但是若认为既然没有，就不归依，那变成断灭。实际上，你的皈依是什么意思？右边是一个反，就是回过来。回归过来，我们清清明明的总用总的善根，而这善根怎么可以呈现？就因为你不执着。而为什么不执着？因为智慧照明一切是什么？即灭，是无相。所以这里才谈到，因为无相，所以皈依才叫做真皈依。所以不是有相哦，也不是断灭哦，所以《心经》才会讲说色就有这个相，但是它当下的体就是空啊，那只有这一面吗？还要怎么样？空啊，即是色啊，它才能够展现种种的色啊。所以是把这两方面结合，让我们说色跟空是一体，叫做不二。所以没有真实的这个对立。那这样的状况，师父又在鼓励我们哦，必须自己亲证，因为以智慧观察到诸法实相时，就是反缘哦，这一点很重要哦。所以你不往外追逐。那回到生命来，那你是借由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叫闻慧，我听到这个道理就闻慧了嘛。这时候反缘，你愿意接受佛陀这样的教导，师父说这个就是什么？智慧在运用了，所以这样呢，运用呢反闻、反缘、反照、反观，就能够照破遮蔽而照见诸法实相。这样子才叫做参话头。那这是个参话头，是不是要固定一个地方啊，禅堂啊或什么没有？师父说，而且也是我们大德历代做主大德这么做，尤其是古代的这些出家众啊，都是在生活事物上去参究的，没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个禅堂，然后一个禅期啊，一个期，2个期，乃至到百日等等，是时时刻刻啊，
在你的生活的面向里头啊，都在话头的自在应用之中啊，都不离开诸法的实相，而这样去努力哦。所以话头就是诸法的实相。那这里说善知识，六祖大师说色身是色宅，不可言归。那色身是认为说佛有形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此看到佛我们会升起稀有心恭敬心，稀有心恭敬心没有问题。如果你把这个佛陀三十二相这样当作一个实际的身存在的话，那有问题咯。佛陀现这个功德的身是要摄受我们没错，但是他不会把它当作他做一个真实存在。如果是真实存在，他不会在晚年接受纯陀的这个尼姑啊蘑菇的这个的供养，而让佛陀有这个血痢呢，是非常严重的肚子的痛，还都是放血出来的。就是佛陀也是示现在这个娑婆世间，这个五蕴之身是什么？生灭的，生老病死的。如果你认为说三十二相，八这个种种的功德随心好叫真实的身体存在，那佛陀为什么要示现这个老比丘衰弱的身呢？不是互相矛盾了吗？所以六祖大师才说，我们看到相恭敬稀有，但是你要进一步去了解，这样的色就好比屋子，有屋子才能够回家，才可以归。但一说色身，众生就掉入到相上，所以把那个皈依，这样的皈依，皈依这个色身就不是真皈依。皈依色身是什么？无相，是即灭的，那才叫真的回来。你自己原本清清白白的这个清净心啊，所以呢，以色身是色宅的形象，你看是形象的皈依，就落在生死妄心上的皈依，不是真皈依。能了解色的当下即是空寂，那才叫做真正的皈依。那相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中有，这个是我们六祖大师说的。所以相者就是先前面谈到的什么，就是六祖要大众皈依自身自己的色身，因为自己色身的这个自性就具足了法报化三身，这是世间上一切众生都有的。而所讲的六祖大师所讲的色身，是讲色身的性是什么？空性，不是你们认为的色身的相，就像一个屋子那样有生灭，那有生灭的相，不是我们的真皈依啊。这个相是无相，为什么？因为它的性质是即灭空性的，是什么？如如不动的，没有生灭，没有来去的。所以这时候你能够放下这些有形象有生灭的，你能够明白他当下他的生灭相即是不生不灭，不管是不生不灭的相或性质哦，这才叫做法真正的实相，也就是你真正的清净心，也就是三身里面的法身，那真是相应了。所以你这样相应的话，你真的无处不圆满，无处不清净，都是最圆满。为什么？你智慧的照破这个认为有实际的法存在，你就会引发什么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贪嗔痴慢疑就要回复我的见解啊，我要的啊，我贪我爱的啊，贪不到爱不到，常常愚痴自己，为什么常常嗔恼啊？嗔恼你也是说骂人了、啊、你常常让自己不自在不快乐，就是嗔恼自己啦。我说是在作践自己，伤害自己啊。原本的生命可以像佛那么的尊贵，那么的自在，而我们偏偏都要怎么样？顺着自己的生死欲染，而让自己真非常的受苦啊。
那在说六祖大师说，唯自心迷啊，不见内性，所以外觅三身如来啊，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啊。说自身的身就指我们的色身，所以你就不要认为这个色身叫真实存在啊，是色身的什么讲？色身的性跟体是极灭的，因此才具足三身，跟所有的佛跟所有的一切的法都是如此。那师父说明了，众生虽然有，但因为心颠倒啊，心自迷，所以不见到自己的本心具足三身与佛一样的功能呢，反而向外去修行，欲证取如佛的种种成就，那么这是落在身心向上的追求，就名为外觅了。就刚才什么外道修，有没有往外修，然后呢就往外去追求，向内不是字义上的往内。所以很多你就怕这里，哎啊，不是向内吗？他是说往内，就是往我刚刚讲说往我们的心啊，清净心啊。所以师父这里说，是能够真正起智慧观照的。往内就是要让心的功能有智慧观照，观照什么？观照诸法因缘当下空寂，这样才叫做向内的真意啊，真实的意涵。不是真正有个内外啊，如果眼球翻不过来，那就算翻过来看内部，也顶多看到的也是相。如果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修，一辈子都看不到实相了。为什么？一落在相上就起分别心了。嗯，这个不错，嗯，这个太差劲了。那你知道你的心起这样的分别心，那这个所有的相就变成妄了，当下就成妄了。但是这个妄也是空性，所以怎么样？你一念觉，有没有？一念觉就知道这些不是你所认知的那样，而是什么无相。这时候就一念提起智慧，当下见这个相，就知道它的本体空寂啊。那么万法哪一样，通通就是实相，因为你认知它每个法的这个主体都是空寂的，所以每一法都是实相。啊，当我们迷在说有个实际的法，那就变成实相了。好，所以这里讲说，哎，你智慧一照了，照见一切法的本体空寂，那么狗屎也是实相，屙屎屙尿也是实相，烦恼是实相，生死是实相，不需外求。每个法当下是法尔如是，本体空寂清净。那既然是实相，那就没有生死相可除哦，或要涅槃相可证。你看，贯彻到底叫毕竟空寂。每个法的本体或本质性都是极灭的，所以要不要生死啊？可除啊，涅槃可证啊，这就是六祖大师的主张啊。既然法都是平等，都是缘起所生法，而且每生法的当体空寂。所以有没有这个烦恼真正的存在要去去除啊？或者一个真实很棒的这个清凉安乐的境界叫涅槃，可以去要去得到它，通通是什么极灭的。那只因为什么有这样错误心迷啊，自己的心迷啊，所以迷的缘故就见不到诸法当下之空寂。那这样你看不到，他就继续，我们又继续怎么样错误去走了，走这个路就越走越偏。怎么走啊？掉在向上直取，认为自己没有啊，所以以为欲成就必须一一去学习追求去修行啊，才能够证得啊，这样就叫做向外寻。这是因为无法时刻见到自信之三身佛。所以刚才讲说这个三身佛做什么用啊？就明白一切法的法身就是空寂啊。那空寂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产生智慧？碰到问题你会处理它，处理以后心不留下痕迹啊，就放下它了。然后知道也可以知道别人的问题在哪里，你也愿意去帮助他，就要你的应化身去做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好处多多哦，因为常会走不会说
啊，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哎。啊，为什么？为什么？啊，你每天就在迷迷糊糊里面，为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这里明白了以后，就要说，就看这个现象。等一下里头不管这个别人的应化生如何，哎，都要明白哦。这背后的因缘是怎样？当然是不管如何，背后怎么样，所有一切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变成长，因为都是性空的。这是性空的积极的意义啊，多棒啊！而不是说一成不变啊，改不了啊，这没办法啊，就是这样死定了啊，拍案了，叫绝，就是这样子认定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呢。啊，我们自迷了以后，才这样错误的认知啊、哦，所以师父才说，我们越这么做，就越续诵辛苦了。那这里又谈到了，那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所以师父说，六祖大师跟我们讲，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要确确实实要相信，他证得了。我也可以呀、啊，我相信他不需要，没有理由骗我，所以我愿意按照佛陀还有按照这里的六祖大师所教的去实证。但是呢，在尚未真正见到实相以前，就要相信这些话是真实不虚，要确信师所教之法，这也就是禅宗这么注重上师。及善知识所给的教导，尤其在禅堂，善知识跟你讲说，花生是长在树上的，你不要起你的这个你的知识上的认识，说不对，花生是长在地下的，善知识这么说，一定有他的方法手段，就要打死你的分别妄想心，结果你就。自卖弄小聪明，那是花生明明长在地上的。然后甚至跟你讲，那个胡瓜啊，是不用削皮就直接煮来吃的。你也说不行啊，那皮那么粗，怎么吃啊？怎么可以不削皮就吃呢？你要信受奉行，这很有意思哦。所以以前不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们呢、啊？明明就不是这样啊！你偏偏要我们接受你的啊！你是在糊弄我们吗？结果你看我的分别心马上就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然后心里很烦，我才不要跟你这样学。哎，结果善知识就用这个善巧要引发你种种的这个我的见解，就是什么？这个自我的认知的。里头把它呢当做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呢就跟着外在的这些的格格不入啊。因为你都已经把你自己什么建立的城堡很坚固，不容许任何的怎么样跟你有相违背的，不为你所掌控的，你的嗔就上来了，好可怕哎。那嗔的话怎么样？心里的嗔气，嘴巴的四种过失就会出来了。身体的种种的这个，六种的，或是三种的这个杀盗淫啊，就出来了，就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了。伤害别人的话，你不用去入监狱了。啊，你说，哎，你逃得了？佛法的角度看得更深，你逃不了你的所造的业啊，无人可替代呀、啊。所以。佛法所讲的一切，真的处处在这，都要我们活得很呢、啊，很有，真的是很有尊严啊，很有品质啊，而不是每天都觉得，这里哦心里不安，那里也不愉快，或怎么样等等等等，要把你自身当中的三身佛拿出来用，三身佛的法身就是法的实相，一切毕竟空寂，你的烦恼你认知的是空的。然后你要用智慧去找出问题在哪里，让你为什么放不开、丢不下，
那真正要实践做好它，让自己处理它，放下它，就是应身佛啦，应化佛啦。啊，多爱自己一点嘛。你不是被人家啊什么被那个文字语言哦哦哦法身佛报身佛应化佛是做啥用的？因为你认为那是佛，跟你没关系呀、啊。好，现在是讲有情哦。六祖大师更是说，连无情的自身当中，亦具有三身佛啊。所以师父说，我们心外求法一辈子，不要想要见性，因为你见那个性是空性啊。啊，空性在哪里去体验？就在各个相上的生灭。你才说啊、哦，我刚认识他是这样子的啊，怎么会是颠覆了你的认知？而要你的心非常沉淀，你的智慧的照明才清楚、敏锐而能够持续。心内求法是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没有？这里更清楚了，什么叫心内求法？就心智慧的功能去关照，关照什么？自己的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有没有着相啊？啊，有就马上离相，那就好了，那没事了。啊，也不是要求自己常常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拜佛用功等等，因为你这样就是在精进，这样就是精进在心地上下功夫吗？师父就反问你啊，啊，你会说啊，我往内观照，我就是要一直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我要一直拜佛啊，或者我一直要打坐啊，或者我一直要诵经啊，不然这样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起心动念在哪里，就这个问题都点出来了啊！我要一直念阿弥陀佛吗？我一直要拜佛，我一直要诵经吗？师父就反问你，这样就叫精进在心地上下功夫吗？我以前不举过例吗？我很认真，那时候早晚课出家人就一个人要打木鱼，要打大庆，又要打引庆，一人兼好几个，然后很认真在做，师父就跑过来，长征，我那时候不，我要继续，他讲了一句，我就你以为这样叫精进在心地上用功夫吗？我哪听懂？我只是他这句话，我就傻眼。啊，为什么不是？啊，我听你的话，我老老实实做这个早晚课，而且我都经文我也都很深入，也很受用啊。他说你这样叫在心地上用功吗？那时候师父讲更快，他只说你以为这样就在用功吗？叫精进吗？我心里想啊，那不然是什么？所以这里就是往内的用功，关照自己起心动念有没有着相了、啊、因为相是无相的啊，你就着不住了啊，你着的是有相啊。所以师父说哎，就像佛法的忍辱呢，不是绕在相上修哦，因为你忍到最后你会神经病，变成神经病。忍是什么、啊、是指智慧，有智慧的忍呐、啊。所以，我们就师父举出就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论，有没有？今天就跟师兄弟讲，说他讲那个二入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理入，第二个道理啦。诸法的实相就是什么无相跟性空，这叫理入。第二个叫什么行入，所以叫做有二入。那这个行入有四种行啊。让你明白去做，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实际上就是在用什么法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了，一样的啦，只是说在这个面向的特色而这么说，而实际上它达到的功效就用在生活的每个层面，哪里起心动念之间。那好，师父就说，那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是什么呢？首先从理入。再来由行入，因为理入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叫做正知见啊。没有这个眼睛给你带路，你已经走到什么沟渠里头了，或黑暗的深渊里头了。那你目的地达到吗？达不到啊。所以要理入，带领你行入，才能够正确轨道，走到你的目的地，才能够完成。
那这里说，当境界不好的时候，不要只会忍，要知道这是为除消业障啊。为什么？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嘛，今生就会遇到如此的果报嘛。因此，我们要不要埋怨？要不要怨悔？或要去责怪别人？不需要，是你自个做的。所以这叫做报冤行的第一个行啊。而这样的时候，你不埋怨，还要更积极呢。以还债之心来看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因此，自己受苦的时候就不会怨天尤人。哎，这很棒哈、哦，就不会一直在结彼此之间的恶缘，结不完呐、啊，解不开呀、啊。那师父就再从另外一个部分看哦，若是真正修行者，哇！把它当作什么？你，而就是真上你的助缘，多好啊！而呢，师父鼓励我们，我们更应该借着这样的逆真上缘来成就自己啊。虽然这是什么向上修，也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让这个抱怨行的向上修是什么呀？一名为消业，二名为增长道心啊。如果有法的实相去修，就讲六祖大师只讲实相是无相，直接切入直指人心，当下就能够见性成佛。你不要绕路而来成就，而不是绕路说禅，当下即是。那师父说，如果法知实相修呢，当下知道空寂，那哪有何人对我作恶呢？哦，师父要从这层面来说，你看前面有相，对不对啊？我过去生结的不好的缘去伤害别人，今生就要承受着果报啊，我就要忍辱，然后进一步还要怎么样，借由这个境呢啊，反观成是来成就我的真上缘呐、啊。那从修行上更要去怎么样看到这一切空寂，哪来有人可以伤害得了到我，或那个人叫真实存在在伤害我呢？所以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智慧，叫做无明，也就是白话说明没有智慧，那都掉在人跟我的对立之中，才会觉得苦哦，才会觉得苦哦。如果有那个矛盾，但是你智慧关照没有我跟人的这个墙的存在，那有什么痛苦啊？痛苦在哪里？就没有个我被受伤害，痛苦是谁啊？在受啊？那何人可以伤害自己啊？如此便时时刻刻自在，自在，自在，那就是真正的智慧。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就继续。这也谈到那个抱怨心，以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啊，好。就是向上的话来修呢，消业增长道心，但是在实相是无相的上面去修呢，就知道呢没有人可以被伤害，或是有这个真实的这些苦的这个情境可得啊，都没有。所以来看说，我们在诸多的因缘甚巧之下，我们要珍惜每一段的因缘，慎用每一段因缘，这样才是真正学佛，是落实在自己身心的当下。所以如果说从自己的色身去皈依清净法身，皈依圆满报身，或皈依千百亿化身，那么从自己的身心里面常常涌现出法报化啊，也妙事太凉。所以果如师父呢，在这边说明，我们从自己的色身去皈依清净法身，
皈依圆满报身，皈依千百亿化身，是从自己的身心里头常常涌现出法报化的佛身妙用，那这样才叫真修行啊。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色身，在这个臭皮囊的生灭，在当下去回归到臭皮囊的这个本性呢，自信是空寂的。如此去做，才叫真修行，在皈依清净法身、圆满报身跟千百亿化身。那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是凡夫一无可取，一定要从佛法的真实面、圆满面、光明面去觉照，来真实相应。所以不会按照呢你所认知的这方面这样去扭曲法的实相。所以如果当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掉落自己的身心烦恼，这样的身心烦恼呢，我的自己罪业很大啊，烦恼很深啊，然后要觉醒啊，要断烦恼，要去除污垢啊，啊，一心一意就是要掌握住自己的身心啊。所以我以前就是这样说，每天要如何的精进努力达到成就啊，这个是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在你着相修了，一旦跟你实际要达的愿望相违背了，或者真正的有一些呢境界相的阻碍境界相，叫恶根发相的时候，你会失了你的退的道心。但所以是不是说你着相修了就很难得力啊？着的不好会变成魔，会啊，会成魔啊。我们的。你是功夫很好才会得魔啦，在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啊。那你精进若不跟智慧相应，更易成魔啊。所以要从自己的身中呢，见自信的三身佛，也就是真正去体悟明白，而不是只是理解或也不是听一听就算数了啦，是自己真实去受用。所以这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自信里本有三身佛，就是要自己去亲见，无法听别人讲就可以获得。所以祖师说，参禅证悟的体验呢，如什么久可逢甘雨啊，他乡见故知啊，洞房花烛夜啊，金榜状元归啊，也就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深知其意，只有亲证者才能够叫真知啊，否则啊，都是旁观者，无法究竟知道。所以师父常常喜欢用一句台语来形容，别人在吃米粉啊，你在旁边呢，就一直喊着烧啊、烫啊、小心啊。那心里就师父想，你也不是吃的那个人，人家他知道烫，他就会小口吃，还要你那边喊着。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已经在隔靴搔痒了，不关你的事，你在白紧张凶瞎搅和那样的，也就是呢，你没办法究竟知道到底烧到什么程度，烫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里呢，举出一个以前的一个公案啊，说惠部使者解印啊，桓蜀就四川呢，义呢就去拜见一个祖师，就问道，问这个他要明白真实的这个生命的实相，然后所以去问道，义祖问道，那祖曰啊，提醒少年呐、啊，曾读小燕师父，啊，这个燕就是那个妖冶那个燕呐 啊，读过这样的一个燕师父，有两句颇相近哎。他就说了，贫乎小玉原无事，只要谈郎认得身啊。哎，这时候那个提醒应诺诺知道知道听过明白。祖曰，就是他问的这个祖师啊，他就在说，且仔细，你确实能明白里面的内涵吗？所指的内涵是什么？叫且仔细。那这个师规呢，
师事归位，立次，这个师就指这个提刑少年了，就是这个会部的使者了啊。那这样呢，回到呢，啊，事归呢，事立次，啊，就是他刚回到他的这个寺庙吧。那应该不知道是谁的侍者，会不会是方丈和尚的啊？这侍当侍者站立在一旁的，有一次是这样的状况，就得问曰啊，闻和尚啊举小验尸啊，提刑会否？主曰说，哎，他认得身，认得身。那师曰，只要檀郎认得身，他既认得身，为什么却不是呢？说你认得的身，为什么说这个认得的身不是认得身呢？他没有认得，只是声音像。他在声音，他是要整什么声音的这个，我们就听的闻性。闻性是什么？空性的，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好，所以主曰：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说呢，庭前的柏树子见，啊，说这里哦，那这里面的这个人物的关系，我刚才我有混淆了啊。这里面有的提刑少年，那还有一个出家众啊，还有指这个主，就是指这个和尚哦，里面有三四个哈、啊。好，那这时候呢，这个诗呢，就被他的这个亲近的师父呢这样一问，他说：“为什么听的这个声音就不是声音呢？”哎，师忽有醒，忽然有反省，就有所体悟到了这里面的深刻的内涵。为什么听到有声音就不是声音啊？俱出见机飞上栏杆，鼓翅而呜而呜，应该这而鸣吧？而呜啊，而呜也可以了哈。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吗？”哎，这位出家人呢、啊，听到师父这样的教导之后呢，忽然呢，就是平常也有用功，所以听到师父讲这句话，他才会相应，才叫忽有醒。你平常都散乱的，也不去闻思修，然后师父讲千百遍，对你也没用啊。这个出家人有用功，把师父平常所讲的诸法实相的空寂，还有种种的生灭相，是为什么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性？哎，他听进去了。所以当师父跟他讲，问他说：“你有听到这个主一个和尚跟你讲这个小宴，这个小玉亭这个事情啊、哦？只愿呢檀郎认得身。”哎，他就真正的有个体悟。那他很突然呢，他很快速就聚，就真的急速的走出去。可能是在方丈寺或是哪里吧，走出去呢，啊，看到鸡飞上那个栏杆，而且飞上去以后鼓翅，就那个翅膀的它鼓动起来了。应该这个字应该鸣啊，应该不是乌嘛，而鸣，而听到有这个声音，啪啪啪啪，那个翅膀鼓动的声音。所以他复自谓曰，他自己就对自己说：“嗯，这个不是声音吗？”哦，所以遂嗅香入室，通所得。哦，这个我后面就看不太懂，怎么叫遂嗅香入室，通所得啊？好，我们看看后面怎么说。圆悟克勤呢，国师呢是大会宗稿的师父呢。那当时呢，哦，这个师是指这个啊、哦。好，当时有位年轻的宋朝官员向五祖法眼问法。哇，这里面好多人哦。法眼和尚问这位居士：“你是否听过这一首小验诗啊？那古代大户人家的新婚夫妇啊，新嫁娘啊，不能到外面的厅堂活动，哎，只能在内堂。内堂就是只有她的老公或是自己的这个公婆才能够进去的地方的内堂。内堂啊，那这位老公呢，去外面接见宾客啊，时间一久了，那新嫁娘不甘寂寞，就在里面喊着：小玉啊，小玉啊。”小玉就是他的仆人女婢了啊，他说呢，是真要叫小玉替他做事吗？哎，不是哦，他是要让
在外面的老公听到说我在找你了，请郎君呢赶紧把事办完，那入内堂来了。所以这代表什么？小玉的女主人等得着急了。那五祖法眼和尚呢就问这个提刑的少年，你懂不懂啊？那这个少年说懂啊，啊懂了就离开了。那这种情形呢刚好遇到呢圆悟禅师听到了，所以就便问师父，就圆悟禅师呢就问他的那个五祖眼和尚了，他就问师父，那个人是真懂吗？那五祖法眼禅师就说，他只懂得呼小玉的声音，没想到这首艳诗却让圆悟禅师若有所悟。哎，一直他师父回给他的弟子圆悟克勤禅师说，这位提刑少年只听到说他在叫小玉啊小玉，只听到那个声音。所以这样子你看圆悟禅师呢他一直在起疑情，他真懂吗？他听到什么呢？哎，他这样用功，结果他的师去问师父，师父会给他，他只懂得呼小玉的声音啊，他知道我也在声音向上怎么样着住了。而这时候他解开这个相，原来是要听到那个闻性是不生不灭的啦。那之后呢，他你看这前面叫若有所悟，后来他自己出去有没有，出去以后怎么样，看到呢这个鸡啊飞上栏杆，然后听到那个鼓翅鸣叫声而大悟，有意思吧？听到那个小燕诗，那是别人的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用心啊？不能是别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就听别人在对话。那顶讲到这个，他有所不明白，回来向师父请法。那平常他就这么用功，那师父就说，那个提刑少年只听到这个小玉的声音啦、啊。还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的实相，就这个声音就是无相，因为当体空啊，他没有到这一点。但师父没有讲这个，圆悟克勤禅师马上就，哎，对呀、啊，我怎么在那个相上抓着啊？我是要那个声音的闻性哎、欸、啊我哎，他已经在这边了，那刚好他的因缘叫做福报时节到了，什么到了？鸡飞上栏杆。他要怎么飞上去？请问他用神通咻，他就要鼓动他的翅膀才飞得上去啊。就这样他到栏杆飞上去，那个啪啪啪啪啪啊，他就大悟了。原来这个啪啪啪，刚才这个鸡翅膀还没有，什么鸡翅膀鸡的翅膀没有飞上去的时候，他的闻性听到什么？没有那个翅膀鼓动的声音。那现在呢，因缘和合，他要什么和合？鸡想要到栏杆上去，不知道是吃干嘛去了。哎，他为了配合，他就啪啪啪啪翅膀飞上去。哎，这时候的闻性的作用，听到那个鸣叫声。但这个闻性呢，并不是说刚才他没有这一个鼓动翅膀的时候我就听不到，我听到他没有鼓动，没有声音。但是马上的因缘和合，马上他有这样的鼓动翅膀，我又听到那个翅膀鼓动的声音。这代表闻性是什么？空性，他才能够这时候没有这个鸡的鼓动翅膀的时候听到没有这个声音，一样是有听到哦，闻性哦。然后这时候呢，这个飞到栏杆上面，哦，有这样的声音，他没有把这个声音当作实在，在那个上面琢磨，没有，好，是在闻性说，我听到了，就是这样而已。你看有意思吧？人家这样叫大悟哎、欸、啊，我们是在怎么样？每天都在痛苦徘徊不已，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是那样？等等，好厉害啊！主要厉害源于什么？我们的清净心，每一个都是如此的厉害。圆悟克勤禅师在五祖法眼禅师座下，也当侍者的时候，常常在听法，常常自己反观文字性。只是他还没有因缘时节还没有到来，所以他还在那个疑情里面还没有突破、啊、就是好死不死就是听到别人这一段的对话，然后回来问师父，就引发他所有用功的这个大疑情，一个大气球突然被他师父这样一反问，哇，气球就被那个反问师父回答的那句话就像一支针砰把气球
戳破了，就他的移情打破了。所以师父的那个引发又到他那个鸡飞上栏杆的这个事件啊。所以这里谈到，不论祖师用什么方法，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见到诸法的实相。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玉佛寺旧道场，师父带我们禅期，有位菩萨很用功，师父一看就知道他已经进入到满身的统一心。所以师父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吗？故意大声骂他，说他这样的一种没有一个真实老师修行的这个心没有提上来，还甚至违法的怎么样，要罚他跪香。这个菩萨我们不明白的，以为说哎，他怎么对师父这种态度啊，一副就是说师父你说你的我没有错，然后我不服你所讲的要去跪香。结果呢，因为这样，他师父讲因为这样他起的大疑情，过错在哪里？真实吗？我在哪里？为什么怎样？哦，他就在这个这上头里讲说，就明明没有啊，就相当我们的诸法实相的空性，就没有。那师父为什么说有呢？哇，整个都栽进去了。说师父厉害，知道你用功到什么地步，要对你出什么招。但问题是，我们要用功到那个地步，他招才出得来了。他常常讲啊，碰到你们这群，我手脚都没有得用，因为你们火候不到。啊，我里面给你很多的佳肴，好多的这个佐料。下去都没有味道，为什么火没有开，等于没煮。所以我那在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亲自参加那个禅修的时候，我们在想说这一位的弟子怎么对师父这么不恭敬？哦，原来不是，他真的用功到那个临界点，师父刚好给他怎么样助他，那个临界点是他到同一心的定力当下，要来真正参就化头或实相，很容易。那个心很集中，所以他一接收到师父这种状况，他就马上就转到法的实相的空跟无的对立，然后他只要救命就是空，但是是什么，就真的就产生作用了。所以就是要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实相，什么是化头，什么是我们的真心。所以这样回过来，什么话头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就无相，无相为什么，因为是空寂的，而且不是这样，是法法都是如此，都是实相，都是空寂，都是你的真心。所以你看楞严经多妙，说一切的境界都是从你的真心或叫妙明真心所流入的，为什么都是实相啊，都是空寂啊。那这里师父说明何谓清净的本源啊，不知道就去参，但不要找，因为诸法的本源即是缘起性空，答案早已揭示，还要去找吗？诸法本质如如，如如是两个层面，叫色空不二，禅宗叫真空妙有，就是这个如如，本质空寂，本无生灭，本无有来去，本质圆成，答案你没有掩盖哦。所以叫做，你看，叫做佛法现成，什么？每一个法现在电灯的说法，麦克风的说法，电脑也说法，手机也说法，桌子也说法，你们也说法，包括你们在想其他的事也是说法，包括打瞌睡也是说法，叫做什么？佛法现成。为什么在说法？它那个就是原生原灭，因为空性才能够有这样原生原灭不断的这样变化下去，这个就是现成佛法的现成展现，展现出什么真实的实相，就是无相，就是当体空寂，奈何众生的我们自己不悟啊。那此三生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啊，万法从自性生。这个三身佛呢，是自性本来具足的。
不是由外修得取来，所以这是指我们有情众生说，不是 由外面修得取来，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打着佛教的旗帜啊，啊、哦，你这样来到我这边的修行哦，就能够呢去除很多的这些的障碍呀、啊、烦恼要怎么样等等的、啊，所以你就要供养很多很多的这些供养金啊。那真实的佛法是这样吗？你认为是谁给你的消灾免难啊？要快速的得到成就，那不是佛法。所以佛法说不是由外修得取来。所以进一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称作清净法身佛。有意思哦，六祖大师怎么说？因为世人的性就是本性，就是源头，就是清净的。为什么清净？源头是什么？就是空性啦、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本源啦、啊，就是空性啊。那所谓的性本清净，你看就是缘起空，所以缘起空才能够有什么各种的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当下的相，那当下的体就是什么本来就空寂，所以才叫清净哦。那为什么空寂叫清净？没有对立，没有差别嘛，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嘛，所以十二行没有机会做产生嘛，是因空故才清净哦。为什么空故才清净？你认为不空就是我比你高一等，或者我的这个希特勒日耳曼族就是优于其他一切种族，所以要消除它、消灭它。我要优生优质，都是最聪明的。而佛会来看这些人种，也是因缘和合的什么如幻的假象，也是无相。说你不能这样迫害生命，所以这里呢谈到空寂故清净，若在有相就不可能清净，但勿认空寂为断灭，因为空寂故有万相作用，所以叫真空妙有不二。真空即妙有，就心经讲的空寂是色一样的，而且必须还要怎么样？色即是空，是双方都具足的。就这里空寂故有万相，而因万相呢，才知道它的体跟性是空寂，因为相在变化，变化，变化到无空，所以从变化的这个相，从相的变化才知道它的性跟体是空寂。那举出了一个像真正的画家灵感一时来，画到天昏地暗，甚至要跟画完全相应的时候呢，画者与所画的像融成一体。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画的当下那个心的集中已经没有时间空间的感觉了。什么叫空间？我有画笔，我这个人的身体还有被画的这里面的画布里面景致还有颜料，是不是在空间里头有各自不同所站立的位置？但是你融入到非常集中的同一心，这个还有层次的一心的，有这个禅定，有欲界定、味道地定，还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一心哦。当你用功到没有手延伸出去的画笔，也没有这个画布，更没有画布上面格局里面的这些的局限性哦，完全的怎么样？没有这样一个限制了，空间就是刚才空间就指这些东西各自不同的位置，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束缚，然后包括你画了多久，灵感怎么出现，这就在时间上也都超越了。说师父，这个就讲定力呈现出来，说什么画到昏天暗地至少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两天同时在进行，画者与所画之相已融成一体了。很多人看不懂这在说什么融成一体，怎么 一个肉有执爱的爱画布跟这个怎么融在一块，是指你的心境进入到定境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些的局碍限制性，
包括时间。说你们在讲说，哎呀，什么在禅修里面的过程，什么，要身心没有对立的统一，还包括跟外在环境内外，然后再进一步前念后念，然后又说什么时空、时间空间的超越，哎呀，听得不傻傻，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当你要体验说，哎呀，真的是这样啊！但这只是定力而已哦。你本来的清净心是有这个慧的照用，但是那时候你要跟无始来的说啊，这个太美妙了，太专注了，太殊胜了，太稳定了。这时候的就是摊在上面智慧的用就被盖住了。所以这时候呢，画师呢不知道自己要吃饭，不知道睡觉，也不知道有什么饿。也就是说，饿的时候他就自然去拿东西吃了。但是他怎么样吃的时候怎么没有觉得自己在吃，因为他所有心思都在那个画里面了。所以你们在用功全部都在移情里头了。所以师父前面走过来就是师父，但是你会想说，师父要不要来逼扎，要不来棒喝吗，要来考功吗？不会。你在吃饭，你在过堂的时候，那个巡堂的拿饭菜给你会说，哎，那是什么，我要多要一点。你只觉得说哦，吃哦，还行啊，就拿出去啊，回来就这样哦。你们要真实体验才知道说，哎，这是到底什么光景，是怎么回事啊？啊，你看师父也这么讲啊，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吃，因为已经完全融入到作画里面了。所以专一的时候会肚子饿，废话，你又不是死人。所以呢，师父在说他以前在读师大的时候，同学说：“法师啊！”他从他后面看说：“法师啊，你要长头发啊！”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另外请说：“法师，你需要吃饭啊。”哦，好，好吧，把他当作是什么？跟我们不同的人吗？所以进来还要吃饭，还要怎么样去剃头发呀？所以就说这个，里头呢，在这个不会落在专注的时候，你不会落在说我饿的时候有吃跟饿的相里，这个相里面只是自然知道去吃，累了就去睡，躺着休息。但不像我们现在每天固定时间的睡觉了，因为这个的情况跟这个画师跟静跟身心融在一块的是不一样的情境，所以呢，才会把这些相呢分别的这么清楚，就指我们了。啊，但是我们的相分的这么清楚，如果你不执着在上面，没有问题的。当然要清楚，上至少去现在上厕所要分的男生女生吧，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师父就要说，可见。物我真正相融的时候是无相的，哎，对呀，就刚好相应到实相，只是这时候的智慧啊，而不知道哦，无实相就确实是这样无相，而是它相应的情境定力下的这样一个受用的情境是无相，但它的智慧还没相应到，哦，这就是无相，差在这里哦。说当一切记忆变成能力的时候是无相的，哎，说得好，也因为无相而能够成就种种妙相，这才是法报化，所以才说众生本有法报化的功能。哎，师父这样说也很清楚，也很快速的，不像刚才我前面讲的啰哩吧嗦举出一大堆，但是你们要是没有体验看到这样像，你也看不懂啊，什么这样才叫做法报化，你还是抓不出里面跟你真实生命在运作的时候的那一份的亲切，什么你没有体验，所以你连接不上来，所以就要用好多好多话来做补充说明啊。那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说什么呢？所谓性在王在，性是什么性？空性，因为空性的这样状态才有种种的这些的角色，种种的法产生，说王才存在。王代表什么？
一切万法都是从这里流露出去，所以呢，性是空性，但是空性，我们的心的性，心性就是空性，但是就因为空性，才让我们的心可以产生种种的这些妙智慧的作用，所以佛陀才说啊，奇哉奇哉，每一位众生皆具足了什么如来的智慧德相，这个智慧如来智慧德相就指这个王啦、啊。心的种种的这个妙智慧的作用，如来妙智，如来的智慧的妙相，指这个王啊。所以呢，从这里流露出去，就是从因缘空寂的无自性流露出来，所以诸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亦可名为清净相、佛性、法性、真如自性。所以不要再落在有个生跟不生名相的一个对立哦。而是你听到、看到，哎，生是无相的，所以它当下就是不生啊，当下的性质不生了、啊，跟看到的这个生的相是不二的，所以生命马上看到这个当下，生命就是相应到，生命就是指你的心呐、啊，就相应到这样，而不是在文字上说啊，生跟不生哦，说不要对立。因为他们是缘起性空，那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要你进入到这个话头，而不明白就一清啊。你会用功也很好哦，啊，实际上你用功已经体验的人是马上就对，是啊，你看到的这个人种种，你认为别人认为不如法的这个相，但是你知道当下他就是什么，没有真实的这个如法的相存在，因为是寂灭的，是空寂的，所以你会不会对这个人看不起，或是怎么样？不会，你智慧照明了。为什么照明？你为什么知道说看到这个像是空寂的性？因为你知道为何变成这样个像的原因，就因缘的生跟因缘的灭，你都明白了。所以你才确实对，当下就是寂灭，就是空性。所以这里谈到，换而言之，缘起空即是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万法都不离因缘所生，法当体都是空。所以这里说，就如入住怀胎啊，一切诸法本是空寂，虽空寂，但又不断灭，所以才会怀胎啊，有意思吧？你光从这像这个文字上说啊，一个柱子怎么会怀胎啊？而这个柱子是放在外面的，会受到风吹雨打、雨水等等的浸润，所以叫做露柱。那你不知道这个露柱是表现说每一个法的实相是什么，就是无相的，所以才叫露啊、露柱啊，而不是有个东西被覆盖住，而是法的现成就是什么，一切空寂。那这个空寂是不是空洞了？它能够有作用，而以怀胎来说明这个功能跟作用。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柱子是无声的东西啊，怎么会有怀胎这个动作呢？啊，而是要来表明这一切。啊，那如果说你掉在断面，那就只能是入住，那便永远不怀胎的。那入住怀胎是比喻我们的清净心虽是无相，但是事实上是无不相。为什么无不相？因为可以化成种种报化、报身、化身的种种的作用。那我们再继续看六祖大师说：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所以念一起呢，哎，你就落在那里，那就有相，那就产生什么？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就出来了。啊，师父这里在说，是不是大家不要起念了？而是怎么样，起任何念，不论善恶，都能够关照到这些都是本实空寂而产生出来的相了。所以真正所要表达的是智慧跟慈悲，而不是向上的善跟恶，好棒。所以这个就用在我们什么父母教导小孩，有时候会显出凶恶严厉之相，这算恶吗？师父回答说不是哦，因为呢，母亲用心良苦啊，
所以只要是你不要落在说要去伤害这小孩，或者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呢，所以说不落在有一定的成见上都不算是恶。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互动，有没有会用很严厉的口吻呢，那这种义正言辞的方式啊，来跟你做引导的时候，哎，你就不要往说哦，他为什么都是这样的啊、哦？所以你要想他背后的那一份的慈爱。所以小时候呢，小孩子呢，时刻呢表达出的身心都不一样，所以做父母呢就不能一成不变的的方法来引导，要顺应的呢，啊、哦，来改变教法啊、哦，所以顺应的他各个不同的情境，而来用适当的引导他，这样才是帮助到小孩。所以这个方法是什么？来说什么？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六祖大师才说一句回应别人的。的一个错误的这个认知，说慧能没伎俩，但是呢不断摆思想，意云说缘不看心，也意不看境，意不次不动。哦，你看，哎，是什么意思？念念不离真心呐、啊，不离实相啊，因为由真心实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最合应合乎诸法实相空寂。无相，所以不管外相为何，那通通真正是妙法，因为由你的清净心、真如心去看待哪一法不妙，哪一法不平等，真正平等，真正清净。那如同呢，密教表达出来的方法就跟显教不同，密教从向上表达性的空寂，而且表达出的对待差相差很大哦，不是最凶就是最恶，甚至是呢恐怖害人的。在佛菩萨正面可能是慈祥，哎，他背面就是青面獠牙，或者是身上挂满那个骷髅头啊，啊，脚下踩着那个尸体，啊，有些法器是什么？用人骨做成的，如那个人骨的号角那样的，哎，有人就不，哎呦，这死人的骨头，哎，所以你不要以为用人骨就很恶，啊，不够格的，是不能拿来制成法器，得要用什么修行者的。而且骨头的量啊、高度啊、长度都要刚刚好，还要求这么多哈、哦。所以制作法骨的皮有两面呢、啊，一面要用铜男的，另外一面要用铜女的。哇，是真正的皮耶！而且呢，生成与死亡时间有一定的规定哎、哦。那坛城的制作呢，做工很繁复，要用好多颜料、很多材料，还有酥油。而且必须跟一定的规矩来做铺排啊，制成是立体的，哇，那个，你看，要立体起来不容易，马上就会推倒，哎，风一吹或一轻微一动，全散了，所以是耗时又费工的。做完法会供养完怎么样，就烧掉，一把火烧的通通不存在，而在他那么的过程怎么样，很认真的做，非常漂亮，但。法会一结束，功能已经具足完成了，马上就要把它毁掉。这来说明什么？从向上来表达性的空寂。这像你看它是不是很漂亮，很多不同，对不对？但是它是什么？这像的本身的性质、本身的体就是空寂。这代表什么？你智慧这样一个作用。不贪恋，在所花的好多时间哦，好多人一起用哦，哎，这成品多庄严呐、啊，怎么不多保留几天，多给人家看看，多赏心悦目，不是很好吗？没有任何的恋着，当下用这个法来破你的什么贪嗔痴慢疑啊。但是我们往往无法接受啊，因为我们大都找在相上。到那个丑恶相，或看到男女拥抱相，就觉得邪门，跟显教呢是不一样的。显教表达的离相是用心来想，但是没有实际的相来考验我们如何修持。哦，那个密教里面就有青牙獠面的，还有那个什么就男女合抱的和双生修法，哎呀，种种的，或是你看到影视剧里头的种种一些，哎，你的邪思遐想就出来了。所以你要叫你平常修持的功夫是怎样，
说不能看吗？不能听吗？而是在看跟听的当下，去究明它的实相，为什么是无相？而相应到你的清净心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波澜波动，也就是什么？没有贪爱，也没有憎恶的心。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个男女的，像什么，信力派的双生双修法？但是你没有真的名师引导你，可不要瞎搞胡搞，而也一定要有空性见，才不会走错了。好好，所以密教的不一样，他们建立实际的相，每个相都要观察的清清楚楚，因为所有相都有什么其因缘果报。那因缘果报就在《法华经》讲的是如是，不是只有因缘果报，它里面有什么如是性、如是因、如是缘、如是力、如是作、如是本末究竟等等十个如是。所以这里谈到密教修行，师父教我们说，哎，他每个相都有他的因缘果报，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最后相应到诸法实相，所以本来空寂嘛。但故其空寂不是断灭，而空寂里才能够显现出种种妙相。那这些要怎么样？都要一一去经历。所以我刚才说一一去经历叫什么？应身啊，或化身啊。哎，那佛陀讲得这么好，就师公所讲佛法这么好，知道的人这么少，没有真正去实修实证啊，有用吗？说为什么要应身呢？应化身呢？说到好，就真正的心智坚定去做、去学、去证，甚至克己取证。这一期的用功里面，就一定要完成这样一个开悟的过程。但是在做的当中、修正当中是没有期待的心，而这样的一个克己取证的心，就我们修行需要的一个心态，叫大分心。它会让你精进啊，不懈怠啊。碰到腿痛心烦呐、你就啊，我这不是我做的来啊，不要了。啊，怀疑我学佛对吗？我禅修的料吗？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些不好的这些负面的念头就一直产生了，然后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啊，我逃避了，逃得了吗？而且根本不要逃，本来就空寂，逃什么逃嘛？就你只是一时迷糊而已啦。啊，就旁边有善知识一直拉你啦，说你有没有感受人家对你的真实的关爱，跟这就叫佛法的慈悲，不是那个情染的爱、贪着的爱，不是。就想说能够在过去生报结的多少缘，才在同一个师门下互为这样修行的人，多珍贵呀、啊！哎呀，所以你就是明白的，为什么明白？从经教里头，说你今生读到这些佛法，就会让你的外善根对父母真的是很孝顺，对师长也很恭敬，那该做的事你也不会推脱，然后很用心去学习做到，哎，这就外善根了，就是你过去跟今生所修的，然后听闻到经典不会打瞌睡啊，然后在禅修的时候心里很快就安定，哎，用的方法你就乖乖宝宝，不会说哈阳奉阴违，不会，师父这么做你就会这样做，虽然是做得很辛苦，但愿意。因为是你自己答应师父要这么做的，你就对自己负责任，就自我期许啊，就一个大信心、大愿力、大分志，然后一个大决心，然后在祖师禅法的话筒这个大移情，是这样子哦而来的哦。所以呢，这个一一经历，借由相来表达性，每个法性的空寂，那。显教是从性上来看到这个无相，然后呢，再观照一切万象，无相跟万象的有相都要圆满具足。但是他不刻意，不再刻意表现，可以表现是什么？哦，这个做好的坛城全部把它烧掉毁掉，没有刻意表现，只是集一切万法万象当下就是妙相。这一切的坛城这么好，但是我不贪着在上面，我当下就知道它就是空寂了。所以当下的相即是它的性，性当下就它的这个相，所以就是叫妙相了。
说显教是这么做，而密教呢，从这样马上去执行你的这个空观的这观照力，没有任何的贪念，一把火烧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浴佛法会不是要呢插好多花吗？啊，心里会想，哎，这花这么庄严哦，啊，要多放几天吧。那你心里就想，真的是摊在那个上面吗？也不尽然。你会想，有时候人家下午会来，会有什么状况？那最后这个花也是分给刚好有来共修的，一人捧回去供花去了，让他物尽其用。那你要马上关照，你是贪着他吗？恋着他吗？也不是。所以就是我有什么状况，唯你自知。马上起心动念去觉照，有没有着相？着相就分别了。那分别有这个相，那当下就不空寂了，那就产生很多错误的这些的念头，就一直产生出来了。所以说，这里也是禅宗为什么在这么简单的原因，没有任何外向形式，也没有任何的教理，也没有任何修行的形式，无所不可。说禅宗的祖师碰到三五一宗破坏佛教几乎殆尽不存在的时候，为什么还可以存活到现在？还有临济宗、草洞宗，何以在？把佛陀的教理，就是自己的清净心真正相应到，而那份的愿心啊，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所以没有佛像，没有经典，也没有人要自己自立自主，愿意做。为什么？让法传下去，不能够把法给断掉灭掉。这就是家师啊一直在强调的，为什么老人家亲自带我们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一个月一次的禅衣啊，然后他带领要训练我们这些弟子，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来雕琢磨练我们一番，有没有错误啊？所以我们现在密集在上课啊，上得怎么样？哎，冷暖自知。所以这些都是无尽的慈悲的一种教导，都是感受呢自己法了，这是三宝的恩德。三宝的恩德就你证悟法，确实是空寂，确实是种种一切的庄严是不二的。所以谁来启迪？就是师长了，这叫僧宝。而僧宝法宝就在告知我们人人都要成就佛宝，就是自身的三身佛啊。你如何去应用它，在每一个时刻里头，每一个空间里头，你如何尽情去挥洒，来利益到世间。所以这就谈到说禅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因为你真三实究于你的生命，就是显露揭发出本质清净的心啊。所以你看，师父就只要时刻相应到真心，则一切法当下都是绝对的妙法，绝对的妙相，不必刻意再去建立种种相。因为从性体悟到无相，而无相呢，故无不相。一切妙相的呈现，当下皆不离真心，亦不离一切诸法的妙用。这就禅宗显教的方式，而密教恰恰相反。从唯识见到本性空寂，两者也完全不同。密教是借相起修，禅宗是什么？记下来，趁性起修。所以这就是达摩祖师的那个什么，那个行入的第四个叫趁法行，就这里呀、啊，趁性而修，法什么？法性啦、啊，空性。你才不会去迷惑颠倒啊！我修得那么辛苦啊，怎么是这样啊？就这个师兄就啊，我这样怎么都什么说什么我忘记，反正就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进步。看在眼里，我又不是傻瓜，有没有进步会不知道啊？被人一句话给蒙住，然后你就不肯自我肯定，是吗？啊，这时候叫你起一停，是吗？好，所以说这里说密教呢相反于显教，就因为他用唯识这样的圣意有
就种种妙相，然后在最后呢，把它一把火烧掉的，这样不放下这些相，才体验到本性空寂了。那这里再回归到六祖大师说的，我们思量一切恶事，当下我们的心会引导我们的行为去做恶行哦，真的，那个心念多，意念多重要。那一念善，说我们要念佛，一念念佛，当下就是佛，一念念佛，那个念就是你就是佛，就显发出来的。那你如何做到念念念佛，当下就念念就是佛？我们不晓得那个妙用，因为你的妙明真心清净心在产生作用。为什么？就是菩提心呐、啊，这个三个名词都一样啦、啊。你真心或妙明真心，或叫清净心，或叫什么，能够产菩提心，就能够觉悟到说，哇，法法真的平等啊，所以叫菩提心，觉悟到真的是缘起空啊，是平等啊。而你平等，这样才叫你的心才叫清净，因为没有对立，对立就是你要骂人，你要杀人，要干嘛一大堆，你心里还有很多贪嗔痴，你通通没有这些东西的困扰啦，所以这叫清净心啦、啊。啊，清净心有什么作用？它妙明了，那个智慧呢产生的明亮度，去帮助很多人，也帮助自己，多妙啊！所以这样的妙明才叫你的心叫真心啦、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多名字、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有什么真心啊，什么清净心啊，佛性，刚才前面讲一堆，你就想在做啥、啊、通通指的是一样的内涵，但是它的功能，它的特色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很多盲点你在这边看不清楚，他就要跟你讲清净的、啊、你不要去计较那么多啦，你有多少功德啦，别人都不好，哎，对不起，都是缘起空空，它暂时的相是这样，不叫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相，它的假相就一直在变化啊！你不要去扭曲，你不扭曲没有这个问题，你就叫清净心呐、啊。而且每个人心就是这样清净心呐、啊，所以用这样来说明，说你不要说哦，又有什么法身哦，又有什么法界哦，又有什么真如、哦、哇，搞得真的像伦敦大悟那样的。不清楚，不会，所以国禄师父说用真参实就真正的证悟，就没这些问题了啦。所以，如果我们思量的时候呢，就已经落在有分别心，那不是清净心。你看到有没有？那此处在表达心有自在的功能，才叫你看，哎呀，这个妙明真心呐、啊，啊、哦。那心有自在的功能，但自在的功能若掉在相上，对不起，就变成有善有恶。如果没掉在相上，一切行、一切的什么生灭变化、一切的运行，本身都是解脱法，都是平等法，没有所谓善恶之分别。重点画下来，当你要生气，当你放弃自己，或是要怎么样，马上说，嗯。一切行，你看到这些的变化，本身就是解脱法，就是清净法，都是平等法，没有所谓的好坏、是非、善恶的对立差别咯。这样才爱自己啦，那这慈悲没有敌人是指什么呢？那这里谈到爱斯基摩人父母亲到了年老没法工作，你知道吗？家人不会有人养他，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这东西取之不易啊，所以他不会认为说啊，你这样不孝顺，你对老人家的一种呢，这种呢，让他自生自灭。老人家自动会去外面冻死，衣服扒下来，那个零下至少也多少啊，七八十度有吧？我瞎讲的、啊，会冻死，因为。而且要去当白熊的粮食，但是在中国人这样的因缘的这样的时空里头，怎么样？不孝啊！啊，你看看这，所处的环境空间也不同，对不对？然后那个时间的这个演变，我们的孝道一代传一代的这种坚固巩固，跟爱斯基摩人他认为这样就是在保护他的孩子们，让能够传宗接代，继续爱斯基摩人可以存活下来，所以他。
到年老自己就去外面当白熊的食物。你看看，哇，这差好大啊！为什么？你看看我们中国又有黄河哦，又有长江，种种，稻米之乡，种种一切的丰富，跟那边的怎么不一样嘛？那又谈到另一个问题，无后为大，对不对？就常批评那个出家人没有负责这个传宗接代啊，无后呢是最大的这个不孝。好，那么看古代中国的儿子呢，不只要被征调去打仗牺牲，还要照顾父母。那为何两者差别之大呢？这是当中呢，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啊？这里没有所谓的善跟恶，为什么呢？这就用佛法的智慧来看因缘果报，因缘的实如是来看待，就没有说善恶的问题了。那个时代呢，那个地域展现出来共同的理念跟观点就是这样子。你看时代、地域，他们共同的理念和共同的观点就是这样。如果爱斯基摩人的行为放到以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就叫不孝。如果把农业市场的观念带到北极，那么爱斯基摩人早就绝种。你看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确实啊，你说要这样子，每个人都要照顾到，但是打猎的东西取得不易啊，啊，你一口他一口，今天有一两，下没一两，那边多冷啊，你马上失温就命就不在了。所以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是受时代背景以及共同的认知而产生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为当地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所谓他们形成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了。那有没有好跟坏啊？当还有谈到中国出家，你到南传去，南传国家不认定你是出家人，为什么？你的参法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哪个对啊？佛教传到各地就怎么样？佛教的就空性厉害，就表现在这里，它会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产生当地适合的样貌。赞，这就是性空，缘起性空，实际演变出来给你看的相。所以这个相叫无相，有没有好坏？有没有对错？有没有尊高低？没有，因为无相，因为是当体空。所以中国式的大乘佛教或日本式的佛教、韩国式的佛教和西藏式的密宗，只要当地的人都认为这样子就对了。所以在日本出家人喝茶很平常，出家人拿日本的清酒你给他喝也很正常，他们叫做什么？般若汤。哦，有意思，那个酒清酒叫般若汤，可以喝的。在中国我们就滴酒不沾。所以六祖大师在教我们，思量一切事而行时呢，若在向上，那就有善有恶的对立。佛法的修行不是要离变成一个无知，变成一个阿 Q， 不是，要能够善处一切，且不离智慧，也就是不离你的清净心，那么就会掉在四相的分别对待里头啊。不会的，不会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行所该行。这时候说啊。这时候被人家骂，那让别人骂我不要去做，而你知道为了帮助众生，没有你自己被骂跟师父那个骂你的状况，而行所该行，是为什么？善观因缘。佛教徒绝对不是消极的，但若在分别里面，那就什么想恶事，就会产生恶行啊。哎，说菩萨为因啊，啊，我们凡夫为果啊，等事情产生又说，哦，对不起，最近就被师父哀哄啊。你师父说，你只会讲四考有用吗？这里就在讲说，你那个想恶事就会成恶行，那想善事就会善行。说那一念的转化很重要哦。好，休息十分钟。六祖大师说，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长明，为浮云覆盖，上明下暗，呼吁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古的师父说，诸法即一切诸法，一切万法在我们心地里如同恒常清净的天空，恒常的光明的日月，但偶尔被浮云遮蔽。浮云遮蔽的时候呢，天空光明就无法显现，
而浮云之上的明亮呢？但浮云之下的黑暗，一旦遇到风吹，就能够散掉云层。那么，前面所说的浮云上的明，浮云下的暗，这时候是上下通达一片的光明。也就是说，有真实的明亮吗？会有真实的黑暗的自信真实存在吗？而佛法说无自性，空性。也因为空性，才能够呢，这时候呢，上下一片光明，通达无碍。所以风吹云散就是智慧的关照，智慧一关照，当下的妄分别就不见了，就是什么，一觉即离。所以我们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因为你的觉就是智慧观照当下的这些的妄分别的所谓的这些的相啊，你认为的真实相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又认为说，如果以为真有个风吹掉云，那么就是见色着相的修行法了。所以有这样的功能，你一着它又走偏了。所以禅宗所谓呼吁风吹云散的意思是什么？是指我们用智慧的观照，说这些没有实际存在的本质，它的体是空的，性质呢也是空的。所以就这智慧观照来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效应哦，而让你离困了、去年了、解福了。所以才说法法都是解脱，法法就是清净啊，就是智慧照明来的。你的真实的受用就是你清净心，你的功德就显发出来的自在啊，解脱呀。而这时候说一个自在解脱也是多余，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啊。只不过你从前面把你捆得要死，那你现在可喘口气，而不得已说明说啊，有解脱啦。本来就是没有解脱不解脱的对立啦，所以不得已才说啊，有个解脱。你既然有解脱，就是有一个被束缚的对立。所以禅宗说这个呼运风吹云散呢，就是当下智慧观照就明白诸法为什么是当体空寂啊，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就如同他所说的上下俱明。那俱明意思是什么？容得下千差万别的万象，就万象显现，没有对立啊，哪来的差别？再看六祖大师，世人性常浮游，如比天云呐。师父说，世人的特性好像这天上的云般飘来飘去。所谓的浮游，就是常常着在生死分别里呀。那飘到哪儿去？就着在那个相上。你是不是？我们看到这段文字，然后好像懂。啊，等你碰到问题就卡住了，还说懂。那飘在那里换的一个情境，你就那看里面在看你的别人，而不是看自己。所以你一个云飘在那里，就坐在那个相上，哎呀真不好啊，我真害怕呀。所以坐在相上就现，你见不到实相是无相，是空寂的。我们再看六祖大师说，善知识啊，智如日，慧如月啊。而这样的智跟慧是常明的、常作用的，让你清清楚楚一切。这时候该那个炽热热的太阳的光来用，还是要温循如月的那般的清凉而来，不同因缘里面的去运用它，自在啊！该用日，该用月，明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的智慧跟慧就像天上的日月般常放光明的。所以呢，六祖大师说这么说呢，因此于外着境的话，那就会被妄念的浮云覆盖你的自信哦，就不得明朗啦。所以呢，六祖大师就是告诉我们，师父是说我们常要以智跟慧来觉照。智如日照见一切，
确实是因缘和合才能够现起这个法。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法的对待方式，你就不会那个那种嫉恶如仇那般的有好坏是非等等，那时候叫做慧啊。慧是什么？如月般的什么温和清凉，来看清楚的这些人事物所产生的。如果是人，你就要用慧来跟他互动啊，而不是说啊，你就是你该死的业障啊，你才有这样的果报。人家不会这么说，因为智如日看清楚一切，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人家很明白，明白以后他就不会把他说啊，你就是业障鬼，而他会让他清凉安定，帮助他从这个苦境当中能够步步踏稳的走出来，就是不着相说、哦、我怎么那么衰啊，我怎么样，人家不会。所以这样一个慧如月的作用，就会让他也安抚他，让他能够安定，而愿意走出他现在身跟心的困境，而就安住该要怎么做就如何做，就不会是说啊埋怨或怎么样的，不会啊。所以叫智跟慧的同时作用啊。那如果你智跟慧不要用着尽了啊，你自信里头具足的智跟慧就用不出来了，就是被浮云盖住了。为什么盖住？着尽了。那为什么着尽？认为它实际存在叫实有啦，那你就不得明朗啦。嗯，六祖大师又说啊，若欲善知识，你看哦，不一样咯。你听闻到真正的法是什么？诸法实相是无相，当体空寂，而空寂故才给无相成为无不相的千差万别的万相了。听到闻真正法，自除迷妄，让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六祖大师前面的铺陈说明，到后面说自信中，而且每个人的自色身中就具足了三身佛，然后三身佛的第一个就清净法身佛。这时候说明来了，清净法身佛是什么？自信中就是空性，能够显现出什么万法呀？有没有对立啊？有没有差别啊？平等清净因空即故。所以这里师父跟我们讲，如果遇到善知识，听闻他传授真正之法，为我们除掉自身的迷失颠倒，而回复到内外明彻，也就是什么意思？无心可得，没有外来的一切相想要去可求可断，求就你喜欢的要去追求，啊，你憎恶讨厌就要把它断除掉。哎，这时候你无心，也就是呢，没有这个内跟外要去追逐断除的，所以叫什么内外明彻。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有所的造作的心，说要断或求什么，那万法就在自性之中显现出来，一片和谐。所以这我就想到我们每年呢施工注释的时候，包括施工圆寂以后，师父果罗师父都带我们到法鼓山上去，回到祖庭去旅坐，去跟方丈和尚拜年。这个就都是一个引导我们应有的这样一个生仪的礼仪，还有礼敬，还有引法鲁之恩的感恩。所以在有一年我看到我们好像在行院馆还哪里画出一幅，有挂出一幅蛮大的画，几乎有这个比这个还一倍的大的画，里面就有师公穿着袈裟，然后画面上有各个人种，有红人、黑人、白人，还有各个的花草鸟禽，一切很庄严，还有这些树啊，都非景致非常的庄严，也就是那种无心的状态，你能够感受每一个生命的珍贵，每一个环境的庄严的殊荣，让你和谐共存共荣，那样一片的啊、哦，这个比儒家的世界大同还大同。为什么？只要你的心
放开一切的计较分别，回归到法的实相是无相。所以你的心都容得下跟你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域性、不同怎么样的，你很欢喜能够遇到他们的因缘，你多珍惜他，敬重欢喜。我所有看到，刚才看到这里那一副景致就出来了，就师公戴个眼镜，穿着袈裟，然后带了一群的弟子，这弟子有好多种，各种人，什么都有，各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那。这幅画你们看过吗？哦，我刚才看到这里就哇，这就内外明彻，明彻什么？所有的万法都可以呈现，没有所谓的美跟丑、圣跟凡、好坏是非，通通不存在。所以说，这个六祖大师啊，也就是说见性的人，就是你的心胸，就是跟眼界观点就是这样看待。不然那个芝麻绿豆那么讲不开，然后也搞不清楚造成这个讲不开的情节是什么，你还是说为何没有为何，放下你一个飘茫的心，专注当下，也没有刻意要专注当下，每走一步，每说一话，每吃一个东西，每做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那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智慧运用这个事情做的效率，你就做到，那这样的效率养成好的习惯，你就愿意了，而不会成为一种负担了。慢慢，这个熬久了就熬成婆了。好，今天的功课就到180页，咱们提早下课，因为没有课文可以教你们了。好，在这个空档时间，同学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吗？有人摇头表示我们真的可以下课了，有没有？我想说今天可能不会讲到那里，而且今天还重复好多页，我讲一讲，这上礼拜说过了，又再讲一次，但是内容有所不同吧。好，没关系哈，那我们一起来回向好了。网络上同学对不起啊，我下次会注意，不会提早这么多下课啊。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